王一博学习力有多恐怖？王一博学习力有多恐怖？三十秒学会踢踏舞。因为一博没有那个踢踏舞习惯，所以我教他一个非常。但小朋友就是真的很喜欢有形状的东西。哦，真的是一个纸鹤的形状。哎，你这个炸的差不多了。炸胖了，胖鹤呀，肥鹤啊！一博天才，哦，好香啊！就乌龟吧，来一博吃一口。是吧？脆的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挺好吃的。啊，好棒哦！好厉害，好厉害。时时刻刻危险的这个处境，需要这些肉搏去。脸都惊呆了，感受一下。如果你想往起站，一学就会看懵汪涵教练，这小子是我徒弟就好。老二帮你转，从这个地方下刀，看前方。大胆，大胆的。好，好，不错不错。这个从这儿扎，从这儿扎，扎扎到这个。这都玩都喷泉了。好。觉得可以了吗，一博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妙笔生花，好，好，让他自己晕。哦，对，堵上盖上。我们来看看王一雕，王一雕的冰雕。你来看，可以啊，这是他滑冰的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哎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可以，这真的可以，可以。来，展示一下，是棒的啊。刘富杰，王一博。很可爱，王一雕已经很不错了。本轮天天兄弟再得两分，足不愧是全能一博。画什么呢？刘富杰拖把。哎。天兄弟队得两分。啊，嗨，对，是真的好累。呀，是这样吗？呀。好。哇哦！啊，人玩不下去了。哦，这个千纸鹤呀，下去的时候是王一博，上来的时候就是中间打火石的外套反了。这怎么了？难受啊，金黄了。对对，对呀，是这样子的。嗯。哎。站了点，站了点样，这边对，这边站了，站一丢丢，我感觉要成了。王一博学习能力太逆天了，格斗技巧。对手吧，对手吧，好，你根据他对你的冲撞力量，哎，挺好玩的。我成功了，完了，那我们这干什么？开车！走走，站这边进，走走。哎，有什么美食呢？放下。看猛汪涵导演，这怎么录？学一点，学几个动作。就是黑人的 body music， 身体的肌肉，也有脚。来，王一博同学的学习能力。简短的司法警察的训练体验。哎呀，哎呦喂！练起来了，哎。去这些准备，感觉真的是不危险的一个警种。对，往那个地方扎。我们一博的学习能力真是第一，非常非常。王一博真的学什么像什么，秒学会恐惧。扎，对。然后可以了，来吧。这个上次来他那个节目，对，他学习能力特别强，学习能力特别强。这样，这开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在旁边弄的，学会。这是一个云手。什么动作嘛？来来来来来，是柔手吧？柔手。来，王一雕的冰雕。
来掌声。最有名的那个。Popping。王一博运动小天才，鸟学会冲浪，教练。棒棒。王一博学习茶百戏，画功不俗。来，准备，抬头挺胸。好。花还是成型了。看王一博打。王一博9.1环。哇！下一轮开始。大张伟。打火秒杀所有人，其他。这根才是打火石。王一博9环，好厉害！先轻轻刮一点碎末，对。耶！哇！恭喜天天兄弟获得本场。握起来！所以王一博用面皮碟千纸鹤，心灵手巧一秒学会，袁老师。握起来！哦。两位弟弟，对，是的，是的，一博是对的。学完了，佳佳学完了。哇塞，谁学的？这是以前干过餐饮服务的人，肯定是。嗨，对，是真的好累。好。哇哦！啊，人玩不下去了。哦，这千纸鹤呀，下去的时候是王一博，上来的时候就是。这中间打火石的外套反了。这怎么了？难受啊！金黄了。对对。哇，是这样子的。哎。站了点，站了点样，这边对，这边站了，站一丢丢，我感觉要成了。王一博学习能力太逆天了，格斗技巧。对手吧，对手吧，好，你根据他对你的冲撞力量，哎，挺好玩的。我成功了，完了，那我们这干什么？开车！你们走，在里面对，走，放。哎，有什么美食呢？放。看猛汪涵导演，这怎么录？学一点，学几个动作。就是黑人的 body music， 身体打击，也有脚。来，给点掌声。最有名的那个。Popping。王一博运动小天才，鸟学会冲浪，教练。棒棒。王一博学习茶百戏，画功不俗。来，准备，抬头挺胸。花还是成型了。看王一博打。王一博9.1环。哇！下一轮开始。大张伟。打火秒杀所有人，其他。这根才是打火石。王一博9环，先轻轻刮一点碎末，对。
恭喜天津兄弟获得本场。